穿料的时候，我们这两个可以动，把它波纹管，比如说是实的，我们就把它调成适应波纹管的宽度，但是不能太紧，然后顶住这里的皮带，然后按这个进料，按这个进料，它下面的皮带会动的，下面的皮带动，上面皮带它会跟随着料卡住的时候就会动。这是退料，这是切断，这个清零，这两个是调皮的两个上下压轮的间隙。顺时针转，它轮子就会压得越紧，压紧；逆时针转，就会变大。